刚说那个吃多一点怎么讲？我说看你现在。刚我哈里。看一下有没有。那有没有吃饱怎么讲？你等一下吧。那个好吃吗？怎么讲？蛮落棍。会不会太咸？呀。啊。你在上面。那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我的名字叫李三龙。木子李吗？哎，木子李。三是一二三的三。龙呢？龙虎的龙。龙凤的龙。对对对对。李三龙啊。对对。几岁？我。这个要问吗？啊？这个要问吗？哎，你小我一岁哈。我六十四是。我六十三的。那一样啊。干嘛？三月八日啊。哦。那个男子。赛德克族，妈妈都是赛德克，妈妈是布农族，爸爸是赛德克族，爸爸是赛德克哪一群？德格达亚多达德古，多达的多达的哈。老家住哪里？老家就是多达，平静那里。对对对。那你有没有那个赛德克或布农族的名字？啊？有没有赛德克或布农的名字？我是赛德克，比杜，比杜，比杜，赛德克的名字。妈妈是什么乡什么村的布农族？妈妈是罗纳，来，罗纳的，罗纳的，他妈的，拜拜的，来做饭去，对，我的，耶，快点，啦啦啦啦，念歌，我已经打那个 pass 了，快点，我不唱歌。是啦，你够了，你给我唱歌吗？请唱，当着不是在唱啊！哎，你这该怪了，老头。不会啦，不好意思了。不要骂脏话。这个是要讲严谨，不能讲。哎，大哥，你看，叫他看。讲话，对呀，你看，哎，灯一打开，讲话了。名字叫比杜伊玛，比杜伊玛，伊玛哈，嗯，然后现在住哪里？现在住我岳父这边，家住哪里？地利村，地利村，新义乡，新义乡地利村。你不能话比较少还是赛德克话？当然是赛德克，因为我是赛德克。你都嘛敢加班？那个烤肉怎么讲？烤肉啊，烤肉。我们的话吗？我的话吧。啊，我的话吧。赛德克话的。对，赛德克的。那个烟怎么讲？八面，只是像那个火上面的烟。然后火怎么讲？啊，火。不了。那个木炭怎么讲？八瓦。那个烧红的木炭一样吗？对，就是八瓦，就是那个红的。那个灰怎么讲？灰啊。可不力，可不力，可不力。烤肉怎么讲？姐，有烤肉。烤肉。木头娃娃，木头娃娃。木头，木头娃娃，木头娃娃。对，烤肉，烤肉。很香，怎么讲？很香啊。肉很香，肉很香。我比较不会讲这个。很好吃，怎么讲？马肉滚，马肉滚，嗯，那个烤焦了怎么讲？是干妈的，是干妈的，嗯，那个，大概这个肉翻过来怎么讲？是不黑娃娃的，是不啊？是不黑娃娃的，是不黑娃娃的，嗯。那个肉切一切比较容易烤熟，切一切怎么讲？把它切开这样。八个娃娃干是几硬？哦。烤肉啊，烤肉这样，烤肉会出油，那个会滴油。阿布拉，阿布拉，阿布拉就是一样，跟那个沙拉油一样啊，叫阿布拉。那个阿布拉香，香，香。那个肉太肥了，怎么讲？肉太肥。香，香，就更加香。一样是吧？嗯，香。比方说这块猪肉怎么那么肥？怎么讲？你香被挖挖呢？哦。你贵了，你从现在也是开始学了。这个猪鼻子怎么讲？母亲，爸爸母亲，爸爸母亲。哎，
那个，在嘴里面，刚拿起来的时候吃起来很烫，很烫哦，吃了嘴巴很烫的。哦，你滴的，哎，怎么讲的话？什么？你的话。是什么？第六，这个，第六，这个公了，还有喂啊！我给他穿那个三层衣服。要被录哦。来，你爸爸一下穿那个丑丑剧。他会唱歌啊，这个。他会唱哦，他会唱歌，他唱什么歌？他会唱那个小薇，不能唱布鲁的歌，小布鲁的，唱那个布鲁的，你不会唱吗？他有心情唱吗？有，他乱，他吃饭，这边，这边，那个火太大了，怎么讲？把卤味的布鲁干，等一下，叔叔再录一点。那个，妈妈在后面呗。烤火还有什么相关的字啊？那个烤肉的话，一般会讲到用到。烤肉怎么样？哦，比方说猪肠子怎么讲？猪肠子哦，伊拉巴布，伊拉巴布，伊拉就是肠。那个巴布就是猪嘛。一只叫原始电视。这个叫 Village 就是那个猪耳朵。母兔兔。母兔兔的呢？掉下来了。哪里去过？这个熟了。你看母兔兔了。那个烤熟了怎么讲？麻哈达达。那个没有熟怎么讲？伊尼卡达纳。啊？伊尼卡达纳。没有熟怎么讲？伊尼卡达纳，伊尼卡达纳，卡达纳，对呀。哦。马哈达就是熟了，马哈达就是熟了。那时候从冰箱拿出来还没有退冰。还没有解冻。你说哪个？你说那个演我们的话。我们的叫场就不会忘记了，你好。那个木头快没有了，加一点木头怎么讲？就是火快没有了，再加点木头。不是烤肉段，就是那干巴。放那个木炭呢，才会有那个木炭。嗯，我就问那个生活用语了哈。你边烤边讲哈。那个。多吃点怎么讲？干锅花里啊？不干锅花里。你那边会有烟子？你刚才说那个吃多一点怎么讲？干锅花里。那有没有吃饱怎么讲？你等你说吧。那个好吃吗？怎么讲？马洛公。会不会太咸？呀，没得没得。那比方你们烤肉还会有什么生活用语会用到的？就是只有这样而已啊。那这个，然后假如问人家说，那个有没有腌过？好像有的会加一点酱油腌一下，有没有腌过的？腌过的肉，有没有腌过？像有些人烤肉会先腌一下，然后再烤。我们这个没有，我是问说那个猪胆话有没有腌过？怎么样？我这个比较不讲，不太脏的。不要多看了，三文，那也不要在那个内裤。耶这样耶，要看这边耶。阿叔，伊嘞，阿叔，衣服那个特卖好喝 ，very good， 不要喝太多啊。慢慢喝。只要找那个就比较好。慢慢享受啦。这个赛事，那还要绑啊。我用冰龙在那边。哎呦，你哎，真的你大力头！不要，你这木头怎么讲？木头，
舞蹈 Tony Tony Tony， 等一下，舞蹈那个竹子怎么讲？立马立马立马，树怎么讲？树啊 ，Tony Tony Tony 就是木材一样的，活着的树呢？树啊，就没有砍下来的树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讲。好，那那个。树枝怎么讲？树枝哦，不会讲。叶子，叶子，挖扫，挖扫，挖扫。嗯。会碰一点脏。不是你们要踩。嗯。等一下哈。那我没有。你在干什么？爸爸怎么讲？我想烧那。大妈。妈妈。姑姑。阿公。大妈卤蛋。阿妈。姑姑卤蛋。那个有没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称呼？有啊，弟弟是帅，哥哥是苏软，姐姐妹妹呢？姐姐妹妹应该一样吧？嗯，那个阿姨叔叔姑姑的，这个我们没有直接叫名字，对，只有姑姑叫名字而已啊，姑姑阿姨这样，不是那个。在这个没有，我不知道，这个不知道。那婴儿怎么讲 ？Lucky， 小婴儿，小孩子。Labu，Labu，Labu，Labu。那小孩子。对。Lucky，Lucky，Labu。啊 ，Lucky，Labu。那那个老人怎么讲？圣诞节的。鹿蛋呢？嗯，鹿蛋。为了圣诞节。哑巴。男生怎么讲 ？Snow。女生。Holiday。它有分男人、男孩，还有小姐叫小姐叫乌啊，乌啊，小李嫂，李嫂是年轻人，年轻的女生，不是男孩子，李嫂，李嫂，李嫂是年轻人，那个乌啊是那个小姐，小姐，那个老婆，老婆是 Gladin， Gladin， 那先生怎么样？先生是 Snow， 这么漂亮，嗯。那个，那我问器官哈，眼睛，鼻子，毛很，嘴巴，过，耳朵，鼻子，眉毛，我就不知道，胡子 ，noodles， 牙齿，鲁本，但是我牙齿，舌头，很嘛，头怎么讲 ，tunuk， 头发，sununuk。那个眼泪，眼泪哦，泪是你是哭的，眼泪是哭，我们哭是泪是啦，眼泪怎么讲？你说那个烟熏到会有眼泪流出来，他很高兴给我们，忘记了，忘记了，鼻涕怎么讲？那种打喷嚏呢？他球这样打喷嚏，我不知道，那那个。挖鼻孔。身为一个特别黑的，我的弟弟妹妹这么。有时候女生在挖鼻孔很丑，老人家说不要挖鼻孔。一定有问题。不要挖鼻孔。超有问题。呀，怎么说？呀是吧？呀，很高木很。哦，那那个嘴巴有那个嘴巴蛀牙怎么讲？蛀牙我们没有，我不知道这个。不知道哈。嗯。那那个什么？如果说火气大会口臭，口臭怎么办？口臭是根火，是根火。嗯，如果说跑步摔倒，牙齿撞断了，牙齿断掉怎么讲？牙齿断掉是，还要想，那个打架被人家打断，就是摔倒撞断。牙齿断掉了，木龙骨啊，木龙鲁崩，木龙鲁崩，鲁崩是这个牙齿，牙齿是鲁崩。嗯，那流汗怎么讲？流汗的，木林，怎么林？那木林，脸上的皱纹怎么讲？皱纹，老人家的皱纹，这不知道。嗯，那个脸上有时候会有那个青春痘，痘子怎么讲？长满脸都是痘，或者是满脸都是痘子，那个怎么讲？那个我不会讲。好像没有了吗？那有些脸上会长痣，那个痣一颗一颗很大的，怎么讲？一个痣这样？对，很大颗。什么叫？我就不会，我们那不会讲。为什么？那那个鼻涕跟鼻屎一样吗？鼻涕那种跟鼻屎不一样，鼻屎那个鼻屎是。哦，声纹。那种
我总是鼻涕，鼻屎，我就不知道不会讲。你说，有时候吐人家口水，吐口水怎么样？都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没有。嗯，过来，讲话小声一点。哎，老人那个男生老了头会掉，那个秃头有没有讲？那个叫什么的？Bojo。那那个什么，有些会有少年白头发，少年白那个有白头发怎么讲？白头发。有这个很长呢。那是哎，你怎么会有白头发？怎么讲？白头发。马苏尼干破坏树木的。破坏是白吗？破坏就是白色。破坏树木的，树木的是。那个头发、哦、太好吃了、啊。那个什么眼球哦，刚讲眼睛嘛，那眼白跟瞳孔有讲有那个讲法吗？没有嘞，没有，没有。嗯，就做工作啊。那个耳朵讲，你有没有听到怎么讲？哦。我说巴汉说比拉出卡这样。你不要去看他。我巴汉比拉出卡就是你听到。听到都有声音吗？要告诉我，他骂你。我讲话你都没有在听吗？怎么讲？没有关系，就平常跟骂。蒙阿古艺术，你是八行子。太长了。对对，不，那个我看哈。好的。好，等下我再想一下哦。就是边呢？这样子。那么，那还有就是，你要，马上等一下，马木上，直接换你讲。你讲你们不讲不能，不能的话，这个会讲不能。我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录完。我哥哥。那我再问一下哈，那个手怎么讲？包啊。手肘呢有吗？手肘是什么？这叫什么名字？那那个有没有什么分什么大拇指、食指这个？有啊，大拇指怎么讲？这个小拇指意味、嗯，这个是大拇指叫。那五个指头都有讲法吗？不一定呢，就是大拇指跟小拇指。大拇指跟小拇指是意味，大码是这个，大码是大码。那那个指甲怎么讲？指甲，骨骼。那那个脚怎么讲？大概。脚掌呢？你像那个脚掌，脚是整只嘛？哎。那如果讲脚掌呢？脚掌哦，就不会讲。脚底怎么讲？脚底扎到，如果踩到大便，脚底的大便呢？脚底。大概。卡鲁马。卡卡鲁马。嗯，大概。那膝盖怎么讲？啊，膝盖。膝盖不知道怎么讲呢？有分大腿跟小腿吧？有啊。大腿、小腿怎么样？这个叫不得了嘛？不得了。那个我开的啦。这个是什么脚？我讲，我就讲不得了而已，脚、腿而已啊。啊啊啊！大腿。那个肚子怎么讲？肚脐哦，肚子。怎么肚子我讲了？我跟你说，什么？不要，不要。那肚脐呢？肚脐。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不啊。那个背怎么讲？背。哎，来。背哦。哎，屁股。有没有？肩膀。啊，肩膀。肩膀。不拉还不贵。哎，不然是前面的，后面是不鬼胸腔呢？胸是不，这个应该不会讲。我是讲讲说前跟后而已。哦，那个腰有那个腰的讲法吗？腰。黑奴。黑奴。不要了。黑奴。嗯，腰。那个男生的器官怎么讲？器官哦。Masa， 哦，你们叫 Masa， 女生的呢 ？Bibi， 那个女生的乳房怎么讲？温暖。那昨天我有问到不能煮，那如果小孩子吸母乳的那个乳头怎么讲？我就不会讲了，奶头那个，对，奶头那个是我不知道，我知道说温暖可以啊，温暖跟有两种嘛，一个是温暖，一个是欧白。那奶水怎么讲啊？奶水，母乳骨，母乳骨，母乳骨就牛奶啊。
哦，母乳不顺。哦，还有呢。那女生的月经怎么讲？哎呦，叫什么了？什么耷拉的？啊，不要。压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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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男生传宗接代那个精子怎么讲？无打啊，无打无打。嗯，小便怎么讲？沉默啊，沉默沉默。嗯，那大便呢？大腿，锅底，锅底。那如果那个落塞拉肚子怎么讲？落塞下痢哦 ，gary， gary， 那是日本话吗？这个我们的话本来就是这样啊，拉肚子就是 gary， 就是下痢啊。哦 ，gary 哈。嗯 ，gary。那如果他现在有那个便秘，有没有讲法？就是拉肚子大便这样。应该是便秘，应该是应该有吧。应该是有，我是不懂。不懂，因为你是，你知道我的苦吧？我的糖果呢？好，等一下，你先翻着，你先翻着。说那个一个男生有很多肌肉，很壮，说很壮怎么讲？巴鲁布拉。巴鲁布拉，布拉是什么？布拉应该是切。胸部吧，不啦，嗯，肉，肉啦，肉啦。然后，等一下，没有看到你们吃。跑步，刀，肉啦，肉啦，肉。哎，伤口怎么讲？伤口？比方说被树那个竹子割到了，流血有伤口，那伤口怎么讲？伤口啊，卢卡，嗯，那个有些伤口结疤里面会有那个脓，脓怎么讲？或者花脓那个嘛？对，里面黄黄那个脓，脓啊。那那个结疤，那个疤怎么讲？他有时候伤口愈合会结疤。结疤哦，结痂那个，就是他有个疤就是了。就是你们长叫什么了？阿列，哎，那个流血怎么讲？死大了，死大了。那个血叫大了，大了是血。然后那个骨头怎么讲？wood。那个肉怎么讲？娃娃。那我问一下内脏哈，心脏怎么讲？心脏哦，心脏。你这杀猪会有那个心脏，心脏怎么讲？我们忘记了那个什么那个。要绑下去啊！叫什么了？心九什么心九？心九是心九了。心九，心九，哎，那肺部呢？肺部是叫什么了？肺部，男性，鲁母，鲁母，猪肝呢？肝脏，猪肝就是鲁母啊，不是肺跟肝不一样。肺跟肝不一样。肺是那个呼吸的，肝是那个解毒的。哦，肺跟肝不一样，那个鲁母是肝呐、啊，那个肺是那个三三。我们呼吸那个肺部啊，那个叫什么了？我不会讲。那我先问一下，胃怎么讲？胃？胃啊。不是你说放下了，胃。先给他那个。不会讲，那个大肠小肠啊，把。伊拉卡一个是大四，一个是疾病，一个是巴鲁。嗯，那长怎么讲？就是伊拉卡。伊拉卡。那那个背后那个脊髓怎么讲？什么脊髓？脊髓。我不知道，等一下，我讲。那个猪脑怎么讲？猪脑。他们有时候会拿来泡酒。那个脑怎么讲？猪脑。那个叫什么了？又忘记了，忘记了哈。嗯，还有什么会？那个猪的那个肾怎么讲？肾，膀胱哦，不会讲。那猪睾丸怎么讲？猪的睾丸哦，那个巴布的巴龙，巴龙哈，巴龙，巴龙，巴龙。那猪尾巴呢？尾巴，母，就是尾巴，母母哈。嗯，你再想一下，那那个猪脚、猪蹄怎么讲？猪蹄，猪鼻哦，猪蹄，蹄它那个脚，猪的脚。嘎嘎巴布呀，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。
因为你的那个脖子怎么讲？瓦鲁阿贝鲁，那个男生那个喉结呢？你说这怎么讲？我的脖子很痛，就是痛的意思。脖子酸呐、啊。拜托一下，今天礼拜几吗？那个，好、哦、了，问一下，那个太阳那个光很亮很亮，怎么讲？眼睛刺刺的很亮。我刚刚爆炸了。你说从窗户射进来，就是眼睛很刺很亮。把你说太阳，我们太阳叫黑岛嘛？对。就是光很亮，就是有时候，不管是灯光或者是太阳的光。莫达克贝的灯给你，就是说那个灯太亮了。那都说光线太亮了，就是光线。对对。莫达克贝的灯给你。前面我看不了，这样子还要。声音太大声，怎么讲？巴鲁贝达很阿苏，巴鲁贝达很阿苏，巴鲁贝达很阿苏，很阿苏，很阿苏。孝顺，孝。生病怎么讲？门拉了。头痛呢？那肚子痛。不要紧啊，那个肚子痛。那不要。然后那个脚很痛。那大概。痛是。哪路是痛？哪路？大概就是脚。那个，我说盐巴加太多很咸，很咸怎么讲？我们的蒙贝的。那个。吃苦瓜很苦，怎么讲？很苦，很苦哦。有时候吃那个猪胆呐、啊，什么蛇胆很苦。应该是跟那个霓虹一样哦，很辣。辣一样，应该是一样哦。苦跟辣不一样。生姜跟辣椒那个会辣吗？生姜。有没有很苦跟很辣？苦应该有吧。苦应该，我们的木是很咸嘛。很辣，很辣，很，你说很苦，应该没有，没有。那个吃蜂蜜，那个蜂蜜很甜，很甜，怎么讲？蜂蜜很甜哦，很甜，那个、很甜，怎么讲？很甜哦，吃呀，贝达。是黑呀，贝达，就是太甜了。那如果说那个有些吃飞鼠生的哦，那个腥味很重，三羌腥味，山羊腥味，腥有没有那个腥味的讲法？哇，这个不是有很浓的味道，怎么讲？就是那个腥味，很浓啊。有些吃像，嗯，不是吧？啊，很臭怎么讲？很浓，很难吃怎么讲？那好红，很好吃呢，蛮多红，很香呢，很香就我们自己也是想说很香而已啊，很香怎么讲？我就是有时候煮烤肉很香，那个很香怎么讲？我们都是讲国语，忘记了哈，不是忘记，可能问老人家，要老人应该有很香这个字。那个他唱歌很好听，很好听怎么讲？唱歌好听了、哦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了、哦。他的声音，有时候那个鸟在叫，声音很好听。哦，马路，马路旁岸，马路旁岸，马路旁岸。嗯，很好听嘛。啊哈。对。那个说人家说女生很漂亮，怎么讲？哇，马路苏丹。哇，马路苏丹，马路苏丹。嗯。那说。说人家很丑怎么讲？哇，那个丑蛋，那个，那个，那个丑蛋，那个丑，那个丑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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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。那说那个刚刚讲女生漂亮，说男生很帅，嗯，好像没有呢，是一样的讲法吗？一样的讲法，就是、好看的。啊，你什么丑蛋这样？什么意思？很帅。那个女生的身材很好，身材很好，怎么讲？妈，哇，妈妈都当，妈都当，
发布而已。你怎么讲嘛？老当小身材。2468。你是讲他很苗条、很漂亮这样，身材很好。这个不会讲他们。不好，来问一下，那个如果牵手怎么讲？牵女孩子的手怎么讲？牵手。不得嘟的巴瓦。啊，不得嘟的巴瓦。不得嘟的巴瓦。对，两个牵手。那那个挽那个手背呢？王力哦。不是，就是手背一样。哎，不得不得的巴瓦一样。搭肩膀呢？搭肩膀。有时候女孩子叫你搭肩膀，肩膀。我都不会讲。那那个拥抱，两个人抱在一起吗？没有，应该是国语的，应该不知道。那有时候背小孩子，背小背怎么讲？妈巴拉给，妈巴拉给，妈巴是背的，妈巴是背。背东西也是一样。拍照，那亲嘴怎么讲？亲嘴哦，亲脸颊，亲脸颊。Kiss 我的 glass，Kiss 是英文。墨镜很欧了吧？不是英文哦，好像是吗？对，哦，这个不会，我讲。那两男女朋友接吻怎么讲？我们叫 kiss， 对，那个是 kiss 转过来的。对啊 ，kiss， 对啊，我们叫 kiss 啊。那那个。没有翻译，没有翻译。有了，有了。哇，太酷了。Oh yeah.